我怕人家说我们练财。觉得这一次的，你觉得这一次的太阳，这几天的太阳，你们觉得会哦？再讲一次，很棒。你不是美术吗？啊！两万多人衣服就脱了啦。是不是应该两万？如果今天两万多人，我这个贴纸哦。谁要脱衣服？他没夸你。要多少钱要脱？谁要脱？500脱，老师敢不敢？500脱，全脱，全脱，现在啊！现在，快点，快点，赶快！